状况来讲再上升个2度，不过今天晚上呢到大年初二的清晨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的作用影响，因此西半部宜兰花莲金门马祖清晨的温度有可能还是会降到11度以下，其中在西半部地区的日夜温差可能会多达10度左右，因此要请民众呢要多加注意温度的变化，适时的增减衣物。